你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洪宝新。央行集团2021财政年第三季净亏损按年稍微恶化至8.87亿令吉。该集团指出，当季的营运深受疫情影响，国际的边境还没开，因此目前只能集中在国内有限的航线。首季的营业额为10亿令吉，高过马银行投行研究的预期。20亿令吉的核心净亏损也比想象中少。随着主要市场都开始恢复航空旅行，预计该集团第四季的净亏损将会继续减少。目前央行每天大约有400趟航程，已经达到冠病疫情前的1/3。截至第三季，央行的账面价值为-32亿令吉。不过，随着重组飞机租赁合约，负账面价值预料会减少。考虑到央行会发行更多的新股，行家稍微下修目标价至1令吉31仙，建议买入，